国的虾，挪威的鱼，法国的蚝，当地的面包，好吃好吃 ，very good。小小的街道，这里边有很多的餐厅，这真是太美妙的生活了。忙了好几天也没转一圈，今天去好好领略一下戛纳的风景。对的，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 T 恤，买一件就不用挨个找人签了哈。今天陈坤说要签下来，我死活没让他签。给那个花啊、夏雨啊、舒淇啊、贝贝，我都给每个人买一件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En fait, c'est la partie où on rentre dans la vieille ville de Cannes. 就是进那个戛纳老城区的地方。对，就是这样的小街道，感觉很舒服哈。对，铁面人那个，我们过去好像看过那个电影，整个人就囚禁在自己的这个，还不是监狱，囚禁在一个铁壳里边。你现在可以看到原貌，看到当时这个人在里边，应该是很痛苦的哇。This is my confession day. 这边有两个岛，然后前面这个岛就是之前铁面人囚禁的那个岛。啊，就是囚禁铁面人那个岛。对，对，也就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岛上面，他被一直囚禁的。我们从小看到的那个铁面人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出去的，这已经能看到这个了。喂，那上面还有一个钟。很安静哈，沿路看石矶小路。就是一八三五年的时候，有一个英国人，他有一些他身体有些不适，然后所以他从英国下来，他要找一个地方，就是可以让他身体。就是能够适应的一个就是气候宜人的地方，然后他就发现了戛纳，然后就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就定居下来，然后就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，然后后来就这个地方就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旅游业。比较新的概念，就是最老的一条街。好像已经看到这个市场的样貌了。哈哈，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是好像是一个房产中介的地方啊，一个。这么漂亮的房子大概有多少钱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个十百千万八万两千块，是22平的一个房间。我觉得刚才看到那个价钱，我觉得可以以后不再工作了，然后过来买一个房子，然后在这养老了，是吧？这都是些漂亮的工艺品卡片啊，黑胶唱片当餐垫，哇，这还弄成一个脸，好有腔调啊。下面有一个小面包，你们也来猜一下这是干什么的呢？我觉得过去是不是有那从楼下往下倒垃圾的，放报纸的餐厅，这是送菜的吗？啊，是往上送菜的吗？这道理有什么相同的？我说是倒垃圾的。这还不错，现在打开里边有菜吗？也就是说他们把地摆平，上面就可以摆桌子，大家可以在旁边吃东西喝酒。他这边已经摆好了。小小的街道，这里边有很多的餐厅餐馆，可以想象晚上徐徐的海风吹过来，大家然后喝一杯正宗的法国红酒，然后吃一点当地的那个海鲜，这真是太美妙的生活了。这是一个当地的大市场，有花有蔬菜。对，其实每次到这样的地方都希望可以看到很多人当地的生活。哇，鲜花，
这是当地的渔产，这就是那22个渔民打上来的。哇，22个渔民还是蛮辛苦的。说一下，你看我那天在吃的那个沙拉里面看到了这个西红柿，对，这跟我们的西红柿好像不太一样。Yes。当地人给我们介绍说这个很好吃，确实真的很，我真的能闻到那个我们小时候闻到的那个番茄的那个香味儿。这也是西红柿。对。对，看起来有点像辣椒。平时有什么拿手菜吗？太多了。就是不拿手的很难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喜欢做菜，所以你看到好的食材，你就会觉得还蛮兴奋的。还真的不太清楚这是什么，有点像芹菜，但好像不是。这是粉蒸的茴香。茴香是茴香吧？可是茴香我们一般在国内吃的都是上面这一块。但他们吃的是根儿这块。其实任何地方一个城市里边，它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细节组成的，就是不容错过的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大市场，你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真正的生活。我们看一下这些奶酪，品种好多呀。很明显的羊奶酪。对，特深，它是平时法国人在餐桌上会常吃的一种奶酪、然后他也是建议先吃那个奶酪，然后再吃法国一些。啊，bien sûr, allez-y, avec grand plaisir。这个已经有点小小的臭臭的味道了，这个就不错。我们那儿是不是这种叫什么什么黄波？跟我名字很像，所以我记得住。这个羊奶的也很地的，我相信有很多人会特别喜欢这款，或者这一款很细腻，很好吃。而且没有那么怪。哦，你可以过来看，它这上面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说的那种霉点一样的发酵的这种。我总结下来基本上有这样的，好多都还是臭臭的。这是中国的筷子，也是我自己的工作室自己制作的筷子，然后送给他作为礼物。陈坤跟舒淇说今天他要让我帮他带这件 T 恤，然后过一会儿给他们每人都买一件，这条街上就有。你觉得那个三个美女的那个适合夏雨还是陈坤？然后那个梦露的纹身的梦露是不是就可以给陈坤 M 两件 S 就 OK 了。 Kiss me? Yes. Yeah.I want、this 2S. Yeah. 才18块钱，还不错，这个礼物。但是欧元啊。OK. 7 and 8. Thank you. 谢谢。Thank you very much. You're welcome. Thank you. 法语怎么说呢？谢谢。Merci.Dans mon île, ah, comme on est bien. Don't grow up. 很强的果香味、花香味，花香果香这么重的酒，冰冰的，然后在它的产地，然后看着大海，喝着美酒，那确实是不错。6升的。4个人喝当啤酒喝吗？看看这个地方的酒风还是蛮彪悍的。对，我觉得拿一个这么大小的其实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哎，能让他帮我推荐一下吗？啊，这个比较有名。其实价钱还真的都不贵，一个是45块，一个是37块。OK， 那就这两瓶吧。1974就是我的年龄，跟我是同一年的。刚才才知道，1974年酿的酒，然后去年才灌装的，145。145，活了40年才是145。哎，这个有几瓶？对，这个。Jean Yves， 这边亮亮。只有这一瓶啊，好珍贵，好吧？那我就拿着它吧。1974，对。1974，当然，我是1984的啊，这个1974的还什么表情？
英国的虾，挪威的鱼，法国的蚝，当地的面包。Hey boy， 跳什么？看见什么？吃什么？好吃好吃 ，very good。做这一行真的是蛮辛苦的，对于饮食需要控制很多。但是当一个演员到达了我这种境界，形象已经不太重要的时候，就无所谓了，你知道？哇，真不错，快尝一下，真不错。我本身就有收集冰箱贴的癖好，很漂亮的明信片送给我们的戛纳博览会的网友。好了，就这么几天的时间，在戛纳度过了美好的时光。这么好的天气，这么好的大海，这么好的美食，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，相聚了几天很开心。但是其实觉得这时间远远是不够的，希望后边能够再有机会来这儿安安静静的待一段时间，好好的享受美好的戛纳。